一名网友日前在南部一处山区巧遇色为的赤尾青竹丝蛇，的外观呈现绝美的 Tiffany 蓝，还闪着荧光色，在野外显得相当特别，引起大批蛇类爱好者羡慕，直呼网友运气太好。有内行网友指出，这是缺乏黄体的赤尾青竹丝，相当难看见活体，直呼网友上辈子肯定拯救了世界，也建议网友不要透露在何处巧遇青蛇，才能保护青蛇的安全。赤尾青竹丝别名竹叶青、青竹蛇，分布在全台和兰屿海拔2000公尺以下的地区，是台湾最常见的毒蛇，体长仅90公分，属于小型蛇类，特征是有三角形的头，眼睛是红色的。常见的青竹丝全身翠绿色，体侧有白线，